记忆或者其他有趣的事物，在你不知所措的时候记得回来看看，偶尔开始教程按下 T 或者暂停再进行访问。我就说这个游戏真的是这个好朋友们就一句话就把我扔到了这个院子里面，莫名其妙的让我开始一个捡垃圾的生涯啊，这开始的好突然啊。If you want, there's quite a lot of room in your backpack, and that way you won't have to carry your item in your hand. 问题是我这包怎么打开呢？ Don't laze around. Get to work. 我的包怎么打开呢？然后我现在的任务是清理封闭区域，将三件物品移至标识的垃圾箱内。等一下哈，我先那个啥，我先看看这个人什么情况啊？这个家伙什么意思啊？听懂没？你叫什么名字？ Evelyn。 我自己搞不定，你要搞定什么？如果你想搞点钱的话，我很乐意你跟我共享我的所有。这什么呀？新任务，找到交流发电机，找到启动机，找到保险杠，是吧？有3000块的任务，接受订单。 OK， 好，我现在就已经接到一个新的任务了。然后我现在有2个任务在身上，主线任务呢是要封闭这个区域，不是清理这个封闭的区域，然后将3件物品移至标识的垃圾箱内。